由联合健保、矫生中心及天下卫视共同举办，以“做一位精明长者”为题，从8月22号到9月5号，在 Diamond Bar Irvine 及 San Gabriel 举办的三场讲座。那我们今天呢，又跟矫生一年一次的活动开始了。这个系列呢，我们的今年的系列名称就叫做“做一位精明的长者”。我们这个活动呢，是一个系列，有三场。 一场呢，就是今天我们在 Diamond Bar， 另外呢还有两场，8月29号在 Irvine， 还有呢9月5号在 San Gabriel。 如果大家有兴趣参加，请大家拨打6226-2866-00。许多将近退休年龄的长者对于退休后的医疗保险及福利的相关法规不清楚，例如何时申请医疗福利，也就是所谓的红蓝卡，如何选择医疗网，每月应交多少钱？ 有关药品费用是否要自己负担？住院时的自付额是否有上限？如果不参加红蓝卡，是否有罚款等等的问题？联合健康保险有专员讲解及回答长者们的问题，让长者们充分了解医疗保险的内容，在年老时有完善的医疗照顾。近年来，报纸、电视中报道有些老人被诈骗集团骗取金钱，损失不少。在讲座中，教导长者们如何避免被骗。 老人们常在几个人围攻之下就上当受骗。做一位精明长者的讲座，希望年长者有一个好的健康照顾以及快乐的生活。有关讲座详情，欢迎洽询6262862600。